北京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。那我觉得，怎么讲，身为中国人一份子，其实真的很兴奋。平日里，你我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越是情感充沛的时刻，只能说出越是简单的语言。但是台上的每个雀跃，每个欢动，都带动着包括摄像老师在内的每一份子。听说拍这个镜头的时候，不知是舞台的震动，还是摄像老师自己跟着打拍子，机器抖了一下，导播赶紧切换给了另一台机器。如果您在现场，很难不被感染。演员的真诚带动的是包括台下观众的互动，整个晚会甚至有了一个大 party 的效果，绝对是近年罕见的。中国队加油，大家都在。